情景题，如果你是列车司机，铁路刹车系统不受控制，沿路轨继续行就会撞死5个修路工人，而你可以选择拨手掣改变行车方向，但就会撞死另一边路轨上的1个修路工人。千钧一发之际，你会点做？好难啊！呢、這个咁咪嗌佢哋走咯。其实我拣边边就系做紧一个好残忍嘅决定。如果系我嘅话咧，将佢转咗去呢一边啦，拣去撞呢个人，牺牲一个原先唔使死嘅，但系可以救翻多啲人出嚟。我都系会喐去呢边。犧牲少數去保護多數，犧牲佢一個嘅話，可以換多4条人命咯。嗰啲叫咩啊？即係犧牲少數，成就大數。我哋問嘅所有受訪者都選擇改變列車行駛方向，撞向1个修路工人。呢、這個小測試係參考咗一個哲學思想實驗電車難題 （Trolley Problem）， 由英國哲學家福特喺1967年提出。当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人会怎样取舍呢？这个思想实验其后演变成多个不同版本，探讨牺牲少数人去拯救多数人是不是合乎道德。我们又将它变一变，将一个老人家和 BB 放在路轨上面，另一边是5个修路工人。大家的选择还是不是一样会拯救大多数的人？我都会直接用啱啱嗰個揀，我就會撞人少啲嗰邊咯。會唔會呢個路軌呢？如果要救，我會救老人家嗰邊同埋小朋友嗰邊先。我相信，如果你係後生啲，可能嗰個生存嘅求生力啊，或者咩係會比較好啲。即係會揀老人家同 BB 犧牲佢哋。咁呢度犧牲2条人命，但係可以救到5条人命。呢邊2个人，呢邊5个人喎。但係呢度有小朋友同埋有老人家。即係老人家是一個弱勢社群，我哋就更需要保護老人家。啲冇話啱定係錯，如果淨係考慮佢哋嘅話，咁咪就係犧牲咗佢哋。政府做決策經常掛喺口邊嘅一句係為咗社會整體利益，咁到底公共利益同個人利益以至係權利自由到底點樣平衡呢？今集想點幾位年輕人會同我哋嘅嘉賓一層一層深入思考公共利益。而今日我哋就有陶傑同我哋一齊探討。陶傑你好，我哋成日就話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咁你覺得香港人咧有冇呢個為公共利益犧牲嗰個意識㗎啦？咁啊喺一個民主自由嘅社會裏邊咧，係不能夠完全否定小我嘅，因為咧你去嗰下你去投票選舉咧，就係小我要發聲。小我咧要表達咧，你希望要一個咩嘅政府？咁啊，但係喺個疫情咧，為成個整體社會嗰個緊急狀態之下，個人嘅利益確實咧係要作出一啲調整。但係呢兩樣咧係冇矛盾嘅。香港人嗰個意識如何咧？咁呢方面，香港意識今次冇問題啊。尤其今次嘅疫情咧，我去到一啲基層嘅茶餐廳，我發現咧嗰度啲夥計啊，即係侍應啊。同埋嗰啲清潔大嬸啊，佢哋好多時提醒我啊，嚇點樣要防疫啊，咁我都好欣然從命嘅。所以經過一年嘅香港動盪嘅洗禮，我覺得香港全體嘅市民已經係向前進步咗，大家都係顧慮到成個社會整體嘅利益。呢度咧就有一架列車，象徵住新型肺炎嘅疫情嘅。咁啊，佢咧駛向緊一個分叉路口啊，路軌嘅一邊就係公共利益，另一邊就係個人利益或者權利自由等等。我就想問一下大家，為咗公共利益，大家應該或者可以放棄啲乜嘢？最緊要嘅第一樣就係要放棄出街去玩嘅自由啦。第二個我覺得係一個錢嘅問題啊。我哋見到嘅就係啲抗疫嘅產品咁貴，俾人炒賣。咁我覺得就係聚集啦，同埋出入境上面嘅限制。因為今次嘅病毒其實係全球性嘅，係私隱上有機會會受到損害咁樣嘅。疫情之下啦，就會公開某啲人嘅住宅啦，佢哋去過嘅行蹤啦等等。咁但係為咗即係大部分人喺一個公共衞生作做嘅條件上面咧，其實係有一個必要性喺度。
第一，首先就是享樂這件事可能是要放棄的。咁第二個接落嚟，即係個人主義。其實我嘅意思咧，就係想，其實我嘗試歸納緊，譬如話有啲人咧，你會見到佢會覺得戴唔戴口罩係我自己個人嘅選擇，我病唔病係我個人嘅選擇。喺疫情底下咧，其實係好不利於其他人嘅健康嘅。大家嗰個有冇前設嘅咧？疫情有幾嚴重，我就犧牲幾多，或者嗰個比例點樣去權衡咧？喺前設嘅部分就係、是、當然係以抗疫為主啦，而抗疫今次因為呢隻病毒嘅特殊性，我相信係要徹底根絕嘅話，先能夠解決到今次嘅問題。咁所以話限聚令嗰啲，我自己個人係傾向去嚴格繼續執行嘅。聚集嘅人多，咁然之後散播機會率大咗，咁所以變咗就有限聚令啦。但係個前設係呢一個講緊係一個公共衛生嘅危機，係影響緊其他人嘅性命嘅時候。咁當然呢個都牽涉到就係一啲人權自由，就係、是、啊唔可以聚集嘅時候，我係咪唔可以集會再去講我想講嘅嘢咧？見到就係疫情放緩嘅時候。那個政策變咗係你喺室內你係可以冇限制你嘅人數聚集，你反而喺室外你就有50人，即係聚集嘅嗰個嘅限制就係變得唔合理啦。公共利益咧，其實係會隨時間而改變嘅。會唔會有一啲嘅措施或者做法咧，可能喺而家即係符合公共利益之後咧，就未必符合，但係嗰個措施可能會留咗落嚟嘅。當一個政府你唔係民選，而且呢個政府同民喺一年來同民意之間的衝突和對立咁嚴重，在呢個時候，如果一個咁嘅政府以抗疫為理由，我唔講話借口啊，係用利用 IT 之便，立曬你啲個人私隱嘅時候，是否有足夠嘅條件令你相信佢只係用於防疫？就翻以往政府嘅往績，其實政府收集咗資料之後，佢寫明係特定用途，其實都冇一啲。事例話俾我哋知，會轉移咗用途去欺瞞公眾呢一件事。我反而就醒起近排一單新聞，就係講話政府就引入咗兩間中資嘅機構，就喺大埔嘅工業城嗰度、工業中心嗰度，咁就有一啲收集就係香港人嘅 DNA 樣本啊，咁就去做檢驗啊呢一樣嘢啦。點解政府就係喺冇一個公開去做 tender 嘅 process？ 就好似陶傑先生所講嘅，就係嗰個大我中間係咪咁純粹呢？政府令我哋信納唔到啊，令到我哋唔想再犧牲我哋嘅小我咧。犧牲小我喺一個太平盛世咧，你就要小心唔好俾人偷換概念。就唔係話一啲民族主義啊，或者叫國富民強啊，呢個乜乜夢啊，咁嗰啲你幾時先會實現咧？然後又好多人話俾你聽，為咗嗰個大我，於是你放棄若干自由啊，例如話呢啲電影唔准拍，呢啲節目唔准做啊，而家咧冇辦法。你要咧犧牲呢啲咁嘅權利，係為咗嗰個，但係嗰個大我係虛無嘅。頭先提到點樣定義大我，到底咩係公共利益咧？我哋下一節再講。今晚11点你會做啲乜嘢？如果你去朋友聚會，就要放棄休息嘅時間。假設冇疫情可以周圍飛，你去多幾次日本旅行，就可能唔夠首期買樓。人生处处都是选择，要作出取舍。面对社会的发展，同样会出现要抉择的情况。不过要考虑的不单止是个人，更要想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普遍理解做可以令整个社会得到最多幸福的方法。那是不是追求公共利益就一定要牺牲小我，要完成大我呢？我们先代入一个故事讲起。是幻想你同三个船员一起出海，但是不幸遇到暴风雨，你们在没水没粮食的情况下漂流了20日。其中一位船员支潜住陷入昏迷状态，这个时候有同伴建议，牺牲昏迷的船员在他们自然死亡之前有新鲜的血肉饮用进食，大家就有机会生存。只不過再咁拖落去，四個人都只會攬炒，難逃一死。呢個時候你會點抉擇呢？其實呢個係19世紀英國嘅一個真實故事。船員經過激烈辯論之後，決定犧牲一個人，最後三個船員都獲救。但事件曝光後，轟動英國社會，負面批評聲音不絕。这个故事符不符合为大众福祉而作出合理决定呢？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发表的正义论就提出，公共利益必须符合正义。
每个人都享有相同自由平等的权利，社会不能够以整体利益为由侵犯个人权利，包括政治上选举和被选举权利、言论、集会、思想和良心自由等等。另外，公共利益是用来界定政府推行政策的必要性，例如在今次疫情的隔离政策，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着想，而对少数人的自由作出限制。不过，有时公共利益四只字亦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二战时期，德国领袖希特拉提出，所有公民必须要有国家至上的意识，将国家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他下令消灭犹太人，只杀害犹太人，符合全民福祉。政治学者索洛夫讲过，公共利益是一个有效的政治迷思，功用是在政治辩论时为特定利益披上道德外衣，比较容易令人接受。那怎样可以打破迷思呢？可以这样想，公共利益本身就是无数个人权利和利益的集合，当两者发生严重冲突，都是其中一个方法去判断出这一种公共利益是不值得维护。各位小朋友，知不知道今天来做什么？不知道。今天我请这么多位小朋友过到来，就希望大家做规划师、建筑师，帮我们为这个点点岛做一些建设。一个城市需要有什么的呢？街市、交通工具、树。原来一个城市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类型的建设，你们分做三组，每一组就有一块地，就要起不同类型的设施。两个小朋友你们就负责大自然的东西，跟着就是负责商业的一组，还有负责住宅的一组。好了，就发挥你们的创意。中间这里有一个雪糕。你会不会换了这间屋？这个是那些卖肉。我见有些动物的了。通常有草地有动物的地方在香港是哪里有的？森林。森林？香港有哪里有森林？我见这个是农场，是不是？这边是起什么的？小分厂。我们自己再整一栋大厦。为什么要起一栋大厦这么高呢？可以給多些，有沒有這些？很有規模，你們這裡住宅的地方身邊有東西吃，這裡有一間水果舖，之後這裡就是馬路。好啊，好好，我們起得很漂亮。彩虹花園就這樣吧。好漂亮，好完美，很漂亮。港台三十日便利商場，便利商場我得了。我真的是差不多等了，因为它很漂亮，有些觉得例如洗手盆有白啊那些，我觉得很整齐。这里不如叫快乐大自然好吗？是但啦，大家都砌得很精致，但是一个城市有很多不同的需要一路这样发展下去的。所以现在我有个消息宣布，接下来就会起一条公路的。你看到这条公路呢，規模都相當之大，一定會經過你哋是但一個區，咁你個區咧需要拆咗佢啦。究竟條路應該起喺邊度？邊一個區嘅嘢需要拆呢？我覺得農場係最需要拆，佢佔嘅面積唔大，對成個城市嚟講損失係最少。而我哋商場，因為我哋係有糧食供應，自然保育區就比較冇乜人去嗰邊，但係佢個賺錢機會就又唔係好大，所以我覺得保留翻一啲可以令到啲人賺錢嘅地方係最好啦。其他區域係嗰啲都係有啲廢氣噶嘛，而我哋呢度自然保育區係有好多地方都係有好多好清新嘅空氣，所以我覺得都係唔好拆我哋呢個區。但係為咗呢個城市嘅便利性，我哋一定要作出有少少嘅犧牲，都係必須噶嘛。呢個世界咧係原本係人同動物一齊共處嘅，而唔係人去霸佔曬嘅。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留翻呢個農場，然後可能將個商場咧融合埋落嚟個住宅區啊，或者縮細個商場。佢嘅農場可以做，唔一定做批發商，如果做零售嘅話，就可以
即可能會取代咗商場某一啲食物嘅部分，而令到商場係有啲部分就需要可以拆咗佢。你拆咗呢個商業區嘅話咧，咁好多人咧就會失業冇曬錢。農場其實我哋都可以播翻啲片，可以喺商業大廈呢度可以睇到翻農場呢啲動物係點樣生活。邊一個區要清走？我需要大家投票。每位代表。每日一票。邊一個區要清走？我需要大家投票。每位代表，每日一票。真係要取捨嘅話，咁我要諗邊度，嗰陣就有啲緊張。如果很多人都開頭破壞我哋，我唔知啊 Eric 哥哥會點樣對我哋。如果一個城市係冇咗一啲住宅嘅話咧，咁樣就變咗係冇人住咯。咁冇人住就唔係叫一個城市啦。咁所以咧，我就冇呢個擔心。覺得要犧牲住宅區，請舉手；犧牲商業區，清走商業區嘅，請舉手。覺得要清走、要犧牲自然保育區的請舉手。我們的商業區就要犧牲了。我現在就要起路了。商業區你哋覺得點啊？有少少唔開心，因為就咁就就嗱冇咗咯，無可奉公。無可奉公。好似我做咗幾個鐘嘅份功課，結果一翻嚟，因為個老師話你啊，你有啲地方要改啊，跟住成份功課幫你私人咁，你嗰種心情咯，好似好唔甘心。我其實都有啲戥佢難過嘅。但是我真的没办法的，嗱，杀了自己的区域咧，好像不是很好啦。我哋之前有冇啲嘢应该要做，对你哋商业区公平啲嘅咧？去打官司咯，系。如果系打输咗，起码我哋都唔会有损失。但系如果我哋打赢咗，我哋就可以拎翻啲金钱。即系摆咗咁多心机建设，你觉得就咁样即系俾人摧毁咗，即系有冇问题啊？有冇有問題？講下。笪地係我哋噶嘛，用嗰個草地可以用少啲，唔使一定成個浸。我有冇問過你哋點起啊？都係冇問嘅，我哋就用我哋塊土地咁樣起咗呢個道路咯。我哋啱啱都投咗票，咁少數服從多數。因為就算你一大部分人投啊嘛，但係少部分嗰部分人都係嬲噶嘛，你根本係冇。令到小部分人覺得啊，我接受呢個 plan， 咁嘅話其實會引起民憤。賠錢、賠土地、互相讓步，咁各方面都讓少少嘅土地出嚟啊，就唔使單一個去摧毀。應該要寫翻份合約，話翻俾佢聽。如果我哋先遲啲會俾翻啲利益佢哋，唔係淨係完全咁忽略咗佢商業區佢哋嘅利益。即係我哋諗方案嘅時候，其實要諗曬每一步，即係盡量減少每一年嘅損失。咁啊，多謝曬各區嘅代表。對於公共利益以至係個人利益、權利自由嘅平衡，除咗對抗疫情之外咧。在很多的公共政策或者行動上面都需要有這個考慮的。大家覺得香港的政府在去定義決定什麼是公共利益的時候跟公眾有沒有落差呢？公共呢是比較容易定義的，因為呢這個是指香港社會裏面關於飲食、啊、民生、啊、健康、啊、這些東西。但你說叫做國家利益呢，是 national interest 呢，這個呢就係、是、涉及意識形態，涉及一些政治的論爭。公共利益應該是不涉政治的，公眾利益係唔係就係錢的問題啦？更加多可能係一啲程序啊，一啲知情權啊，一啲甚至係一啲分配的正義。坦白講，特區政府都
佢成日用呢個公共利益之名去做一啲決定啊，例如好單單，其實其中一個竹篙灣個撥款，咁其實佢完全冇諮詢啦，直接用啲基金去批咗一筆錢俾個中資去興建一個嚴重心。咁其實呢啲我哋已經見到佢係咪真係為公眾利益咧？咁多年嚟，香港由英治時期到回歸之後到今日，其實我哋都係用一個行政主導嘅層面去做一個叫做公共利益嘅決策係比較多嘅。但係呢個部分其實去到大家睇得到。時代進步之後，大家對於嗰個知情權啦、參與度啦，其實都係越嚟越有一個高嘅追求。即係例如諮詢架構委員會，可唔可以俾更加多嘅市民係知道佢哋做緊啲乜嘢？我覺得呢個部分係需要解決。喺實際社會操作上面咧，政府就係其中一個最有權去決定乜嘢係公共利益嘅身份啦。咁個取捨即係應該點做？我覺得最重要嘅係要睇社會嘅可持續發展。我覺得咧最重要就係唔係 the best， 係一定要 the fairest。因為咧，點樣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咧？唔係即時睇到嘅，可能係要過幾年之後知。但係咩叫最 fair 咧？就算呢位同學頭先講，你要撥款出嚟，我講衣食住行啊，呢個程序要透明，投標要公正。首先就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喺真正嘅社會操作入邊，唔係每個持份者都係平等嘅，佢哋嘅高度係唔一樣嘅。可能譬如話你要收地，你去收環州，你去收菜園村。同你去收一個富商嘅一塊其中一塊地，嗰、那個嘅 damage 同埋對於嗰個持份者嘅侵害嘅程度 percentage 差好遠嘅。當一個行政嘅架構要去做一啲決定，去講到係關於公共利益嘅時候，要去權平衡唔同持份者嘅需要，你要睇翻個高度嘅，唔係睇就話啊呢一個係最好嘅，就係咧因為我哋收咗菜園村咧，咁呢度咧就可以通車啊，又可以成啊咁樣嗰啲，呢個係咪必須嘅咧？但係你對於當事人菜園村嘅村民個 damage 有幾大咧？社會嘅資源咧，其實就好似一塊餅咁嘅啫，即係佢哋如果去一定要分某俾啲人嘅時候咧，其實一定會有啲人咧係會分少咗。我會覺得100个人咧，其實就一定會有100个訴求。咁所以如果你喺政府係諮詢例如100个人嘅意見嘅時候，其實佢已經可能有成哇好多個訴求。咁在於我哋點樣去 balance 咧？呢個世界上係冇完美噶嘛。我哋喺抗疫呢一方面，我哋係想封關一開始嘅時候，講緊係醫護本身佢嘅小我係已經係佢嘅小我嘅底線就係佢要破壞咗可能。病人嗰個關係啦，就係、是、病人啊，原來我係會罷工嘅，作為醫護，我都要出嚟要求就係政府封關嘅時候，我寧願封關，我唔做一啲遊客嘅生意啦咁樣，大家都去有呢、這個即係、就是、有呢、這、一個有呢條線係都已經係叫做係 pass 咗嘅時候，但係政府有冇去聽咧？有冇去做咧？一個一即係呢個，當我哋出現咗100个人真係得一個聲音嘅時候，原來政府都係未必會做嘅喎。你呢個叫公共利益，你一層一層 dig deep。即係掘深啲咧，就自然牽涉到錢嘅問題，公共資源嘅分配是否公平嘅問題。而家有一樣嘢可以幫到，就係叫網絡。網絡咧係可以令到啲人更加積極去搜索資料同知識，但係網絡嘅負面就係會有 fake news， 會有一啲極權喺後邊控制假民意同埋假消息。所以咧，而家香港面臨嘅公民意識係面對舊嘅問題未曾解決得到，例如話公平參與，新嘅危機同衝突又發生，又嚟緊，好似係呢個叫網絡，好似大數據最後歸邊個？所以咧，面對香港，我諗下一代真係一個好艱巨嘅挑戰。但相信將來呢啲理性討論、邏輯思維同埋咧呢個常識嘅思考，係會咧隨住網絡。同埋呢個世界喺紛亂之中尋求答案，我諗我哋香港下一代會越嚟越清醒。最後我想改一改一個題啊！而家我覺得而家香港嘅情況唔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係收割小我完成大我。咁你見到嗰個樓價又好，呢個錢問題啦，樓價方面咁高嘅時候，跟住但係佢繼續推高嗰個地產界嗰個 GDP 嘅時候，咁我會見到其實係收割緊年輕人。甚至大家的生活成本去達到一些他所講的繁榮穩定和平等等等，我要認為而家更加似嘅我哋被迫犧牲我哋嘅小我，而唔係真係所謂咁簡單。我哋自己想去咁做個諗法就即係都算係比較樂觀啲啦。個人利益
或者小學是重要，因為是一個即係經濟學的諗法啦，同埋我哋是一些功利主義者，我哋係又或者係資本主義之下咧，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小我，咁你先可以令到一些係經濟上面會有進步，會有突破，在科技上會有突破咁樣。咁然之後我哋達到了呢個地步之後咧，我哋終於可以翻翻嚟睇翻成個嘅公眾利益。好多時其實並唔代表話係要剝削曬啦，又或者係凌駕於啦，是但一種。經過今日嘅討論咧，大家都認同就係作為個體，我哋需要咧警惕咩先係公共利益，以及咧以公共利益之名做嘅事咧，到底係咪符合公共利益嘅？今日多謝各位。